我觉得在全马真的都不可能找到一个有这么多接近200岁的屋子呢，在同个地方出现。不，它是100到250年前的皇宫。其实我觉得很震撼的，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在想这个不是古迹吗？怎么可能是可以入住的呢？像我们读书读这么多，觉得无聊到半死，原来这么好看。好像就走入了一个时光隧道，然后来到了古代那样。